街景那动态碎，在半路停步，是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，拼了名成就幸福，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开始跟结束。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，痛着来话别，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，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。都三百日了，沉淀过又怀念，要记住你的一切，使世界亮了点。原来仍能活过来，仍能活好的爱，悠然地笑过着每天。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，痛着来话别，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，却在这边只可接受新生活的蜕变。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吗，还能遇上，还能再对话。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，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吗？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，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，赶旅重新的，也在这边，即使费时一点，即使快乐不轻易，最后仍可遇见。差不多九百日了，还是这样怀念。说过在那一边见，来待我出现。你继续沿途历险，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见。这个是第72个题。但我哋最後嗰兩個 tick 好似係最好嗰兩個嚟，好係咪？唔係唔係，即係咁多個 tick 入，稱得上係好，稱得上係好嘅 tick。如果大家想聽更多我哋嘅合唱咧，就記得嚟我嘅 channel 聽啦。得一首嘅啫，係啦，得一首嘅啫。咁就另外嗰首係《繁星》。如果大家想聽咧，就記得過嚟聽啦。如果你唔想聽就算啦。有留下來的人就過去聽啦。嗱，聽完我嘅，再翻去聽佢嘅，之後再聽我嘅，你 loop 多我哋呢個幾次咁樣，跟住你就會覺得我哋唱歌好聽。你因為你慣咗，記得 CLSS。CLSS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我哋下條片仲唱唔唱歌啊？仲唱，你試下揾其他人同你一齊合唱啦。應該都冇乜邊幾個唱歌咁難聽。拜拜。